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掀开经本，131面，131面，第五行，从这个注解的第三段看起。一切法，所以有种种不同，是随业力而异，为时所变。业力复杂，现象亦复杂；业力纯净，现象亦纯净，丝毫不爽。此之为空即是有，凡夫不明此理，不悟因果，取着空相，无所不为，此堕落之因也。这跟前面讲的这个两小段非常重要，因为它使我们修行真正是关照的基础。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象的看法，到底哪一个看法才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错误的，这个两段可以说是最真实的看法。宇宙真相确确实实如是如是，我们能够常常记在心上，常常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一切万法。不但能得定，心能够安，也能够开悟。正所谓是心安理得，这个道理清楚明白了，心就安了。心安理得就是原教的初住以上的果位。那么由此可知，这两段所说的是原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一切法为什么有那么复杂，种种不同，这个复杂的原因是念头复杂，这是佛在大经上常常啊提示我们的。一切法从心想生，设法界一真庄严，乃至于一真法界极乐世界，都是从心想生。如果我们能够稍稍体会得
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仔细反省一下，我们的心想从早到晚有多少个念头，多少不同的念头，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从我们出生到这一生报尽，你就想想多少念头啊。而我们自己能够觉察到的，实在讲是非常非常粗的念头，细的念头啊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越是心清净的人，观察的能力越微细。所以大乘经上讲，八地菩萨才见到阿赖耶识的动向，我们讲阿赖耶识的活动啊，他才能见到，那是极微细的念头啊。这个念头这么复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心想就是念头。那么心想出来这个万法，它怎么不复杂？它当然复杂。我们一个人这个念头啊，就无量无边的，这何况这些大众、芸芸众生，这个念头一起加起来，那还得了吗？经上只有用一句话来形容：不可思议。这是真话啊，确确实实不可思议。所以种种不同的现象是业力变现出来的。这个地方讲业力变现，就是法相所说的唯识所变啊，佛常常讲的从心想生啊，一个意思。业力复杂啊，诸位要知道，起心动念就造业啊，不是说我们口造了、身造了才算造业。这个造业的工具啊，有三大类呀：身、语、意。啊，身造业，语造业，念头也造业，念头是意业。身口造业有中断的时候，有停止的时候，这个意业没有间断啊。不要以为我们在那里静坐，心很清净，一念不生了，没造业，微细的念头执着还继续不断在造业啊。每天晚上睡觉，我们的身不造业了，口也不造业了，他还会做梦来，做梦啊，就是意还在造业。所以这个意造业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个最可怕了。业力复杂，现的相复杂，古时候的环境没有我们现在复杂啊。我们不要讲的太古了，那个太古我们也不知道了啊。30年前啊，40-50岁的人，我们讲30年前他记得很清楚啊。30年前的社会比现在淳朴多了，在30年前呢，那个环境更淳朴，那更可爱，
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时候妄想分别执着比现在人少，这个社会五欲六尘诱惑也少，现在妄想多，诱惑你打妄想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你看看每天电视一打开就是诱惑你打妄想，每天那个报纸这都是叫你打妄想，缘不好啊。这个30年前也有报纸，没有这么多，这一张两张而已啊。现在10几张啊，就是妄想多了。这个社会比从前复杂了，妄念多了。所以我们从这一方面呢，能够体会得到。古时候的人心比较清净，尤其是中国人。中国从前的人念古书啊，从小就教他念书，念书修什么呢？念书修戒定慧呀。这个戒定慧是从小就培养啊。我们中国古代的小学，儿童7岁上学，主要教学的宗旨就是戒定慧。但是他没有用佛教这个名词，内容完全相同。教小孩要懂得规矩，要知道长幼有序。一举一动言语都要懂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戒。训练他心地清净，不要胡思乱想。用什么方法训练呢？读书背书，那这背书他就不打妄想了。书里什么意思不讲，只叫你念，只叫你背，什么意思不知道，修定你懂意思吗？就胡思乱想了。所以不讲解的，只教你背诵，从7岁大概到12岁，这个过程当中把所有的经书或者是你的父母老师选择古人的这些好的文章，都在这一个段时间当中把它背熟。每一篇要背100遍、200遍，背熟。这个功夫下的很值得，他心清净，心定下来，而且所背诵的东西，一生都不会忘记。80岁、90岁了，依然朗朗上口啊，不会忘记啊。写文章、说话、引经据典呢，随手拈来啊，不要去查参考书啊，都是从小背书的。所以他修定，你看小的时候修戒修定。13、14岁入太学了，从前没有中学这个小学毕业了之后完成了就入太学了，太学叫大学。大学里面老师不是叫你背诵，讲解研究讨论就是你过去所学的所背诵这个东西在这个时候老师指导你为你讲解，带着你研究讨论天天做这个开智慧呀。
老师教学的时候有没有课本呢？给助手，没有课本，老师从小也背熟了，学生也背熟了，所以不要用课本了。讲起这个《论语》第几篇、第几页、第几行，大家都知道，都背熟了吗？不要用书本的。所以从前读书乐，快乐，不像现在念书啊，念得好辛苦啊！啊，我看到现在的学生呢，下一生不敢做人了，太苦了，太苦了。从前读书乐，啊，所以老师带着学生，啊，带着韭菜，啊，游山玩水呀，啊，去旅游啊，啊，旅游三个月，啊，回来了，这个课程呢，讲完了，啊，讲完了，一路玩了，是一路研究讨论，你说那个多快乐。哪里像现在这个读书这个样子，可怕，吓死人啊！所以从前读书啊，真乐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古人呢，这个生活读书啊，真的都是诗情画意啊。的确，他的生活是有真善美，现在没有。现在我们所享受的是物质文明一点方便，可是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痛，人生的乐趣没有了，人都变成机器了，变成机械了，这是很可悲的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求那么这就是显示出业力之纯净跟复杂。从这个三十年这个阶段，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现在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那么现的相呢，当然复杂。如果业力纯净啊，现象啊就纯净了。哪些相是纯净的呢？西方极乐世界纯净的，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清净的。人家的世界为什么清净呢？所有一切生活在那个世界的众生，想法看法都很单纯，它不复杂。你像我们今天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向专念的一只想一个，其他的都不想了，一意就纯净了。每一个人都是一向专念生到西方净土的，西方净土人虽然很多很多，大家都是一向专念去的，他没有别的念头，只有阿弥陀佛，这就纯净了。西方叫极乐世界，不复杂，复杂，复杂苦啊！纯净就乐了。诸位如果真正体会了这个道理，那你就真有智慧了。你真的是开悟了。我们学经教，我学一部经，纯净啊，快乐啊！你要是想全部大藏经都要学，你会累死啊！
累死了也学不成功啊，那分量太多了。我们中国有一套四库全书，这个书在台湾出版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跟我们谈了四库全书的分量，就是从头到尾看一遍的，其他的不能研究，看一遍。他说假如一个人一生下来就会看，一生出生呢就看，他的寿命很长，能够活到120岁，到120岁的时候，这一部四库全书还没看完，他已经就过世了。你就晓得这部书的分量是多少。我们今天讲大藏经多，我们这精装本大藏经100册，一套四库全书1500册，是15套的大藏经，那么多的分量。所以杂就什么成就都没有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真正聪明人专一，你才会有成就，你才能够成功，不能搞砸了。所以业力尽呢，那相就尽了，丝毫不爽。这个丝毫不爽呢，是总结上面两个现象。业力复杂就现复杂的现象，业力单纯就现单纯的现象，因缘果报丝毫不爽。这都是把真相说出来了。那么虽然现象不管现的是复杂相是单纯的相，这个相都是一刹那900业因果报的生灭相续相，没有例外的。诸佛净土也如此，我们这个6道10法界也是如此，没有例外的。所以，实实在在讲，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佛叫我们要放下，叫我们要无助啊，因为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住个什么啊？所以你放下了就对了，放下就与事实真相相应了。放下是心里面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把这个断掉了，清净心现前。为什么又要叫你生心呢？因为他业力在变，所以叫你生心啊，叫你生善心，变现的善境界；叫你生净心，变现的是清净境界。这是佛教给我们要生心啊，不生心不行啊，不生心怎么不行呢？不生心你一定受业力的支配，我这一生不造业，心很清净，过去生中有业，无量劫来不断地在造业，那个业力会起现行，你这个定控制住了，它暂时不起现行，那个定力一失掉了，控制不住了，马上就现现行。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你看看佛告诉我们，生四禅天的人，生四空天的人，
四禅四空天都是靠定力往生的。这个天的层次不一样，越往上去定功越深，也就是说它这个定的时间呢越长，最长的飞翔飞翔出天，它那个定力有八万大劫，八万大劫真的很长的数字了。那么八万大劫到了，他的定力失掉了，失掉之后啊，又要堕落下来，那个堕得很惨啊！这大乘经上都讲的，一般都是堕到阿鼻地狱。为什么他造这么重的罪？他因为毁谤三宝，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以为生到四禅天到四空天呢，就已经证得大涅槃不生不灭了，到了那个时候他定失掉了，又要堕落了，于是他就怀疑了，这个十方诸佛所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我已经证得大涅槃了，为什么我还要堕落？所以他就毁谤三宝，毁谤三宝的罪业堕阿鼻地狱。我们世间人常讲爬得高摔得重啊，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事实真相不可以不明了，明了之后我们就不至于发生了误会，才能走出一条正道啊。这个四禅四空天是歧路啊，不是正道啊，路走错了。那我们晓得啊，这个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空即是有啊，有即是空啊，前面一段讲的有即是空啊，都是假象，空即是有，都是从自性当中变现出来的境界。凡夫不明此理，理不懂，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于是他迷惑，迷惑还不要紧啊。特别固执自己的成见啊，因缘果报没看到，没有看到不相信啊。你给他讲啊，你造罪业会堕地狱，地狱在哪里啊？你看见了，纵然我说我看见了，他还是不相信。你看见，我没有看见，他还是不相信啊。要他自己看见他才相信，别人看见告诉他，他都不能接受，他不相信。这样的人没救了，这叫不悟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你给他讲西方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啊，你相信阿弥陀佛啊？因果报应是真的，你相信啊？他遇到这样的人，这就是佛经上讲的一禅体没善根呢，讲不通啊。碰到这种人的一种法子啊，我们这些合掌，阿弥陀佛，你高兴怎么办？你就怎么办？我们帮不上忙，不但我帮不上忙，诸佛菩萨来也帮不上忙。你不相信吗？所以这些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取诸空相。这个空相是什么呢？
认为人死了就死了，一切都没有了，哪里有什么轮回呀？哪里有什么报应？死了一切都完了啊！于是乎，他这一生可以无所不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是他堕落的原因。到以后他见到地狱了，见到轮回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那么由此可知，真正有佛缘的人，能够闻到佛法，能相信，能接受，这佛在经上讲的，如果没有善根福德，不行啊！要是相信净土，那是很深厚的善根福德，善根福德少了还不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过去曾经供养400亿佛，那样的善根还不行，还是差了一截。过去僧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不少了。这样的善根福德，还不能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发愿往生。那么我们自己想想，我们听到了真的相信真法运，那你就应该自己恭喜自己了，你的善根福德超过阿舍王子很多啊。业从何起呢？这个几段呢都很重要。其余心之有念也。我们学佛的人大概都比较聪明一点，都有一点警觉心，这个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一生是真的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啊。学佛的人啊，你看看，不管他懂多少，我业障很重啊，这想法子去消业障啊，他还知道消业障。不管业障消得了消不了嘛，他总有个念头啊，要消业障啊。消业障心要想的，业障是什么？如果业障是什么都不晓得，你从哪里消起？先要认识业障，然后才有办法把它消除。这个地方说明白了，业障就是念头啊。善的念头就是善业，恶的念头就是恶业。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都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啊，许许多多人呢，把恶业当作善业，不知道自己造恶业。佛法当中的标准，前面曾经说过一句：“舍己为人。”这个念头啊，只为一切众生得好处，而没有为自己。这个念头是善念，这是善意。如果起了一个念头啊，只为自己得利益了，没有想到一切众生，这个念头就是恶业。佛法的标准在此地。那我们起个念头，利益自己也利益众生，怎么样呢？
这个念头是善恶交杂，不是纯善，也不是纯恶。那个果报要看将来哪一个力量强，先去受报。这个不定的，善念是一定得善果，恶念是一定要受恶报。这个善恶混杂不定的，要看后来的缘。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关系太大了。所以佛在大乘法里面教导我们呢，一心一意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一意专劝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这个业是纯善的。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世间决定没有贪念，那你就一点恶业都没有了。在这个世间随缘度日就好，我的生活富裕，富裕是你前生修的财布施多嘛？这一生的生活富裕嘛，你就过富裕的生活。这个富裕不放在心上。如果这一生生活贫贱，日子过得很苦，生活条件很差，也不需要追求，也无需要改善，早一点求往生吧。你的心是定的，如果我的生活很清苦，看到别人过得很舒服，想跟人家比一比，想方法来改善自己生活，你们注意想想，他有没有意思离开六道轮回？没意思，还是留念六道轮回啊，因为他还想改善他的生活，他并不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求往生呢，难呢。这些道理不但佛教导我，儒家也教我们了。素富贵呀，就安于富贵；素贫贱呢，安于贫贱。心都是安的。他心为什么安？道理明白了，事实真相明白了，所以他心很安定。他没有一切的欲望，没有一切的追求，安里面就有乐啊。我们中国谚语常说知足常乐，他很贫贱，贫贱是他知足啊，他快乐啊。虽然是世间富贵人家，他不知足，不知足啊，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啊。世间上什么人最苦？最苦啊，不知足的人最苦。什么人最快乐？知足的人最快乐。我以前受戒的时候，
我那个德界和尚是道元老法师，跟我们讲了个故事，就是在江苏，好像是在常州这一带，他们小时候做小和尚，亲眼看到的这桩事情。有一个要饭的，他的生活快乐，出去讨饭了，每一天游山玩水呀，晚上随便找个破地方睡一下。他的儿子做生意发了大财，所以他的亲戚朋友都骂他：“你发这么大的财，你的父亲在外面讨饭，你晓不晓得？”他儿子没有面子，就派了好多人，到处去找，好不容易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了。找回来给他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在家里当老太爷供养，养了不到一个月，老先生偷偷的又跑掉了，又去讨饭去了。结果人家问他干什么，快乐天天在家里好像关在监牢狱里头我一天到晚游山玩水，多自在无忧无虑，心里没有牵挂，高人真正的高人什么都没有，要吃饭的时候讨一餐饭吃，哪里都可以睡觉，身上一无所有，游山玩水，又不怕强盗，又不怕什么都不怕，他多自在呀！所以他那个生活叫快乐悠游别人没有办法能体会到的。这个人是知足常乐，他是世间最快乐的人什么在家里享福的老太爷不如他了，比他差远了所以我们要懂得明理了，我们心就安了，什么都不求了一切都随缘，随缘就自在何必一打妄想，念于业时时变异念是造作，造作的结果就是业我们前念跟后念不一样真的这个念头刹那刹那在变化，有时候的变化非常之大这个就是讲的妄想妄念。为此同居之灵性则从来不变不异，为一切法之本体这个灵性就是真如本性，妄念千变万化，无量无边的变化，但是真如本性从来没变过。佛法的修学，佛菩萨对我们的教导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要明心见性，要在无量无边变化里面去找一个不变的，把那个不变的东西找出来，一寻不变呢，这就是佛，就是菩萨了。所以佛菩萨用的心是用那个不变的心，不异的心，他们用这个心。我们凡夫用的心呢，是一天到晚在变化的，这个心是妄心的。不是真心，真心是不变的我们是用妄心真心是一切万法的本体，不但六道十法界
是以真心变现出来的。诸佛菩萨的净土，一真法界也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有体必有用，所以妄心断尽，本体这个真性完全现前了，现出来的就是佛的净土。有体一定会有用，有用一定会现象，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所现的是极乐世界。相虽幻有而从来不断，这个诸位要知道，相是决定不会断的。我们现在的妄想也不断，它会变，相会变不会断，这个道理你要懂。它刹那刹那不住地在变，从来没有断过。如果要断了，那真如本性不就断掉了？哪有这种道理？没这个道理。所以古德的比喻比得好，所以是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譬如我们用黄金，我们用黄金做个佛像，佛像不喜欢了，我做一个观音菩萨像。你看黄金还是那个，它并没有断呢，像改了。我把佛像融化了，再做一尊观音菩萨的像，像变了，性没变了，经没变了。它经是一定有相的，因为这个相刹那刹那在变，因此我们这个起心动念的关系就太大了。你日常生活当中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因为这个相都是幻有，而且从来不断，所以不应着有也不应着空，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所有的现象假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你不能执着有。但是那个相不断，假相不断，它千变万化，所以你也不能做空。你做有错了，做空也错。这是佛教给我们，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就对了。既知相有业转，业作于心的，这两句把道理说出来了，真的是宇宙万有的道理，这从大的上来说。如果从小的来讲呢，我们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你这一生是好命还是不好的命，这两句话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明白。明白这两句话了，你就会主宰你自己的命运，可以改造你的命运。改造命运不难呐。相是色相，色相我这个身体我的身体不好，我的身体多病，我的身体不够圆满，很多人想改用什么方法改呢？到美容院里面去改，到外科手术整形里面去改，越改越糟糕那个副作用太大了。改了以后再出来看呢，那真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呀，太可怕了。
他不懂道理啊，从心上改啊。你的心善，你的相貌就善良；心慈悲，相貌就圆满。从这个地方改啊，不需要找这些美容整形，用不着找他，他那是害死人啊。从心上去改，这个一定要晓得，业作于心啊。衰老了，劳苦啊，连衰老都可以返老还童，可以能够回过来呀，只要你会改呀。你为什么会老呢？心老了，天天想，哎，我老了，70了、80了、90了，老了。他一天到晚在想老，就老得很快了。如果你能够把老给忘掉，你的念头啊，都是年轻人的念头，你马上就回过头来了。身体都回过头来了，身子也灵活了，这个是相啊，色相啊，要懂得从心想生，看你怎么个想法，它就怎么个变法。所以常常想佛，常常想菩萨，想上几年呢，相貌就变成佛菩萨。相随心转嘛，相貌会变的，会变成佛菩萨，变得很圆满，让人家看到你都欢喜你，都尊重你，他会变。就多想想好的，不要想坏的，多看看佛菩萨了，照佛菩萨那个模样啊，来造自己呀，来塑造自己呀，这是聪明人，这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要从心地上下功夫，实在讲啊，心是主宰，心很重要，在四相上，那只是小小的补助而已。四相上，你看现在上了年岁的人了，我看40、50岁的人，知道要注重身体，保养身体了，要进补，每一天要练气功，要去打拳，搞这些，锻炼身体，身体也未必好到哪里呀，不见得。我们学佛的人拜佛，拜佛对于锻炼身体非常好，但是也是辅助啊，真正主要的是练心啊，那才是真正重要啊。我在初学的时候，没有出家以前，做居士的时候，跟参云法师住茅棚，那么现在在这个台湾，高雄的圆亨寺的老和尚，普庙老和尚，跟我们一起住茅棚，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一块，所以这个老和尚我们交情很深。那个时候我每一天早晨呢3点钟就起来，每一天晚上9点钟睡觉，3点钟起床，住在山上，那个时候的山呢，荒山没人住啊，不像现在，现在是那个景观完全破坏。早晨起来啊，做早课，早课完了
我要做早饭的，啊，要烧早饭的，啊，那禅云法师饮食很讲究的，啊，早晨要吃豆浆稀饭，啊，我们早晨起来要磨豆浆，啊，豆浆里面掺花生米，哦，那个稀饭很香啊，很好吃啊，啊，早晨自己做啊。做完了以后，啊，把这个早饭煮好了，还有一段空间拜佛。啊，我早晨拜300拜，我拜的速度很快，啊，大概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啊，拜300拜。啊，我中午拜200拜，晚上拜300拜，每一天规定是拜800拜佛。我拜了5个半月，啊，那拜了10几万拜呀，啊，那么以后出家之后啊，就教学，就忙着讲经，这些四相上修行呢就很少了，啊，而最近差不多20年来。我就没有拜过佛了，啊，只有在讲经的时候，在这个旁边拜3拜，讲完了再拜3拜，没有再拜了，啊，什么运动都没有啊，啊，我在美国讲经，遇到中国的这个练功的人。在旧金山讲经啊，遇到这些人，他们来听，听完之后啊，我听众告诉我，就是法师啊，他们中国来的有功夫的人啊，他们在底下说了，你的功夫是高端的，哎，你是怎么练的？问我怎么练的？我笑笑，我什么也没有练，啊，怎么是高端的？啊，但是他说那个高端的。也应该有道理，我们懂得，我们练的是清净心的，我们是从根本上练的，他练那个是在枝叶上练的，不一样啊，所以心清净，身清净，一切病不生啊，不会衰老啊，心要紧啊，你看看这个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讲，啊，一切皆是心在做主宰，啊，这个意思给我们重复了说了很多遍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有道理。相由业转呢，业作于心。啊，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善良，心要慈悲。啊，念念想一切众生呢，把我忘掉了。你要说老，老总得有个人去老了，我老了，我没有了，谁老了呢？啊，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老了？因为他没有我嘛，有我才会老啊，没有我就不老了，有我才会生病啊，没有我病谁生啊？啊，你们哪一个人只有我的，那你们就要生病了。啊，如果我不要了，没有了，决定不会生病，决定不会衰老，而且呢，死也没有了。有我，我才会死，我没有了，谁死呢？所以生老病死通通没有了。《金刚经》上教给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然后你就问：谁老？谁病？谁死？啊，通通没有了。这才叫解脱，才叫得大自在。
则知一念之因虽微，其关系却是极大。学人应于起心动念时，观照用功也。这也是真正修学重要的指导的原则。一念虽然呢微不足道，一般人没有重视念头啊，殊不知念头关系太大了，它能改变你的身心，改变你的生活状况。这个道理，这个事实，只有佛菩萨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会用功的人在哪里用功？在起心动念。宗门里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念头要转得快。念起不怕，起来马上就转掉。把自私的念头转成大公无私。把一切虚妄的念头统统转成阿弥陀佛，这样就好。所贵的转得快，这个就是转世成智。那么你就会用功了，会用功的人就是转念头。应知相即非相，生即非生。这两句完全讲的是事实真相。相为什么是非相呢？非相是空啊，相是有啊，有即是空啊。因为所有一切现象，只不过是刹那久百生灭的相续而已，确确实实不可得。不要误认为有所得，你错了。一切法俱不可得。你要认清楚事实真相啊。生即非生，非生是无生啊，生就是无生啊。因为它那个速度太快了。一秒当中，一秒钟有两个十万八千的生灭，我们这个念头来不及，你一个念头想到生了，早生早灭掉了，早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你才晓得佛讲的话有道理，佛说的对。空有两边不知足，一切法不放在心上，境界现前若无其事，心永远是平静的，永远是安乐的。如是空有上帝，两边不住，一心六度万恨，乃能利益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决定没有利益自己。一生的生活随缘度日真正是幸福快乐无比。世间人之苦我们应该体会得到苦的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
图的是这些，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场空啊！啊，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你想想，那个苦多冤枉。因此，佛在经上常讲，这一切众生可怜悯者，你真可怜呐！假如真的有苦，你吃苦，不能说是你可怜了。啊，那这个话说的就说得太过分了。他根本没有苦啊，他在打妄想，自找苦吃啊，他不苦啊，这是事实啊，哪来的苦啊？都是迷惑啊，都是把事实真相看错了，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在这个里面呢，虚妄的去承受啊，这个才叫真正可怜。能够明白事实真相吗？在修六度万恨呢，是利益众生啊，六度万恨。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唤醒众生的迷惑。不但佛菩萨讲经说法是唤醒，佛菩萨在生活当中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是唤醒众生。所以视线在这个世间给一个众生，给一切众生做觉悟的榜样。释迦牟尼佛在生活当中，须菩提尊者觉悟了，看出来了，赞叹稀有世尊啊。佛表现什么稀有呢？到舍卫大臣托钵，坐衣持钵，这在平常人看这有什么稀奇？一点不稀奇，会看的人懂得了，他自在，他快乐，他幸福啊！他的人生充满了真实的智慧啊，那怎么不稀有啊？我们这个世界无论做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他不快乐，不幸福啊，他苦恼无边呐，那就不稀奇了。遇到个人真的幸福快乐，他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苦恼，他什么都没有，这才真稀奇啊。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表现的是这一套啊，所以会看的人看出来惊讶赞叹稀有啊，这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说到一心六度万恨，就是示现在世间他全部的生活活动。佛教的术语叫一心六度万恨，都是给众生做榜样，都是启发众生令众生觉悟的。那也许我们要问，那许许多多众生看到他那个样子没觉悟啊，那也能得利益吗？能，觉悟哪有那么快啊，哪有一表演他就觉悟了，那不是普通人呐，好像讲经这是两个小时讲的你就开悟了，你就正果了，那不是普通人呐，这叫熏习。佛菩萨不断的示现，生生世世的示现，慢慢来熏习
时间久了，这熏习力量就产生了。我们中国古人这个衣服有香气叫熏香啊。现在科技进步了，那个香水喷一喷马上就下了，快得很啊。从前这个熏香啊，烧的这好香啊，衣服放在那里去熏了，大概要熏个两三天的时间啊，这个衣服穿出去可以保持好几个小时，香气不散啊。所以佛经上常讲熏习啊，佛菩萨事先虽然你天天给他接触，看到他没有开悟，但是你受到熏习了啊，生生世世不断的熏习啊，总有一天你会觉悟了。所以那个觉悟不是偶然的，可见的佛菩萨所示现的没有白费也。这个我们佛法里面讲，对于一些众生有静因，静因是他马上成就了；有种远因呢，来生来世。甚至的无量劫以后世，你看看那个佛菩萨的心，他有恒心，有长远心，有耐心的，他并不急着赶快就成就啊，他不急着啊，反复心量很急躁，希望赶快就成就，那殊不知欲速则不达。没那个道理，一定要时界因缘成熟，而时界因缘必须是长时间的培养。世间上往往有些大功大业，不能在自己一生完成的。诸位要读历史，你就晓得了。古圣先王，他的理想、他的愿望，他真正在做，但是他看不到成果。他知道，他传到底下一代，再传一代，这个成果现前了，他晓得。所以一个理想不一定在自己能看到的，希望能传递到底下一代，再传一代，能够实现的，那都是对于众生有很大的利益。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眼光，历史的任务。特别是在佛法的沉传弘扬的方面，一定要有远大的眼光。请看幕后这一行：修二边双利之因，正吉兆同时之果，是为就近之利益。这个利益大，越是大，时间越长，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对众生愈有深远的利益，古人有很多用心的，的确不是我们粗心大意的人呢所能够了解的。我年轻的时候喜欢读历史，最初我对历史上有一桩事情很疑惑，放在心上很长的一段时期，得不到答案，那就是历史上有隐疑传。我不懂，
这些隐士隐居的人。虽然这些人有学问有道德，他也有能力，但是从来没有替社会做一桩事情。好像并没有真正的利益国家民族，为什么历史上要给他写传记流传到后世？这个我很迷惑啊。历史上留名呢，都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啊，这才留到后世啊。这些人没贡献呢，一天到晚什么作诗作文章、喝酒游山玩水，他都搞这个啊，也给他做成传记，我那时候很不服啊。后来学了佛才晓得，真的要给他立传。他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很伟大。他教人是什么？他不是没有本事，不是不能跟人家争呐。他有道德，有学问，有才干呐。他所表现的，教给我们世界人：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呐。他不是口说，他做出了表演给我们看。他不是没有能力求，不是没有能力争，有这个能力，不争不求。隐士，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个给他立传很有道理啊。这是像佛陀一样以身教表演出来给你们看，人人都能够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天下不就太平了吗？今天天下为什么这么乱呢？喜欢竞争的人太多了，喜欢追求的人太多了，所以天下就大乱了。如果人人都能够不争不求，天下太平。有很多人说不行啊，现在这个年头要不打拼啊，活不了啊。我跟人家不打拼啊，我活得蛮好吧。我活得比他好啊，比他自在啊。我也没有求，也没有争，日子不是一样好过吗？他要真的不求不争呢，保证他死不了啊。都是妄念在作祟呀，完全是个错误的观念呢，在支配着。自己一生苦恼，也把社会扰乱了，带给众生苦难了。没有利益众生的，所以两边呢双利，要修这个。这个两边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空有两边是讲的纲领。那么细说呢？那就太多太多了，真假是两边，邪正是两边，是非是两边，善恶是两边，利害是两边，是人我是两边，通通离开，你看那个心多清净啊。所以大家读这个经啊，修二边空有两边，你执着这个，其他的你都做错了，那你没有体会到经的意思。这个两边呢，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所讲的相对论呐，相对的两边，两边都是。你的心真正清净，
即是清净心，照是智慧心，你的心里清净而充满了智慧，即照同时清净心、智慧心同时显现，得这个果报，这才是真实究竟的利益。不但对自己有利益，对一切众生当然有利益。你知道用什么方法照顾一切众生，知道用什么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没有能力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力不足就是我们急躁功夫不够所以这个力量达不到发大心的如是空有双理，一心不是。这个《金刚经》上所说的这些布施，这个意思都要很清楚、很明了。这个布施就是我们一生全部的生活行为，一切一切都要贡献给一切众生，都要贡献给社会大众，绝没有一丝毫为自己。像前面我说的穿衣吃饭都是为众生都不是为自己这是《金刚经》上所讲的立相不施的真正的意思。布施此空有双利之妙法，在自他戒德立相见性锻炼正体同归性海，其利益之大不可思议所以大家看布施因为平常在佛教里面对于这些法相名词是似是而非的，好像懂得一点什么叫布施到这个寺庙来捐一点钱叫布施看到别人很可怜呢，乞丐呀，给他一点钱呢，这叫布施，这意思都错会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布施，你怎么能够立相见性？你怎么能够自利利他？那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布施是讲我们整个的生活行为。都要能够舍己为人这叫布施，这样呢才能够离相我们这样修久了自自然然四相就没有了，四相不必要离，不必要破，久而久之化掉了。前面所谓的这个大乘法之妙，大而化之我们起心动念想到虚空，想到法界，想一切众生，不想自己，把自己忘掉了这个方法比小乘比全教高明太多了。四相离了就见性，妄念断了就正体同归性海自他不二生佛不二性相不二，这是同归性海的现象这个利益之大不可思议。
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意啊，这里给我们解释，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如果把意思错会了，你平常用功啊，当然不得了。这个地方呢，简单说四个啊，这四个当然都是归纳。第一，向着相状，为有生之内之相状，不但指外形，兼指内心状况。种种生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这是我们不难体会到的。六道里面，天人我们见不到，恶鬼地狱我们也见不到，但是人与畜生呢，我们见到了啊。人跟畜生呢，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啊，在这个地球上各种动物数量就很大很大了。现在为科学家已经知道的总是千百万种啊，还有不知道的啊，还有没有发现的，那个数量啊，不会比已经知道的少。这是讲色心状况差别不一。如是一切诸相，是素眼观之啊，宛然现有啊。我们看到啊，都在眼前呢，那都真的有啊。我们凡夫所见的，凡夫执着的，这统统有啊。道眼观之，佛菩萨们看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除五蕴限外，实无可得。再多的种类，无量无边的种类，总不外乎色受想行识，包括他的外形跟心理的活动啊，这五个字啊全都包括了人家看得透彻，看得彻底，看得究竟啊，经验当下即空啊，生而无生。故曰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这才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真正看出来了。迷雾包二，为什么说迷雾包？迷的是事实真相，悟的也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里面没有迷雾啊，迷雾在人呐。经上这些说法，此名深空之意，啊，所以深空就是我们讲的动物。动物的生态啊，荡体即空啊，了不可得。无蕴本身呢，一种缘和合，一非本实。
五蕴真有吗？没有，五蕴也是假的，也是语言生之法。啊，我们佛法里面讲五蕴，啊，现代的科学家们，啊，今人为之分子、原子、电子、粒子、波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这些，啊，这些说法跟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因缘生法，五蕴皆空，当体皆空啊，意思非常接近。前一代的科学家还以为有物质存在，就是他们分析到原子、电子、粒子，还以为有物质存在。现代的科学家，这个科学的仪器进步了，粒子还可以分，分到最后了，发现到的时候是波动的现象。于是肯定了没有物质的存在，这是近代科学家才证实没有物质存在呀。物质现象是怎么来的？波动的现象。这跟我们佛法讲的又接近一层了。佛法讲这个宇宙万有的来源，是讲无明不觉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处啊，那个无明就是波动啊，所以无明是动向啊，不是静向啊。用什么方法破无明呢？用定功啊，因为它是动向啊，静就把动破掉了。所以佛法的修学讲求的禅定，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换一句话说，就是所用的方法手段又无量无边，又八万四千。这些方法手段只为一个目标，就是定，通通是修定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哦，禅宗是修定，别的就不修定，你都错了。不是修定的就不是佛法，凡是修定的，统统是佛法。他修定的方法手段不一样。我们净土宗用念佛的方法修定。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修定啊。我们这个得到的结果是一心不乱的，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所以使用的名词不相同，方法不相同，我们的方向相同的，目标是相同的。这个就是佛家常说的法门无量，殊途同归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发现是波动，这的确是很了不起的发现。当体皆空，这是一句总结。哪有物质的存在？万法因缘生，无量的因缘所生的现象，是刹那生灭的连续相，当体皆空。故曰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佛在《金刚经》上讲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才真正懂得。众生不过是假名幻相而已，实在呢了不可得。
自名法空之也，法是万法的。前面僧是讲有情众生的，这个法是讲无情的众生的。有情跟无情都是当体皆空，都是了不可得。名身空，所以破我执立我相；名法空，所以破法执立法相。两边不住啊！你要不是真正透彻明了，这个不着就是我们常讲放下了。你为什么放不下？你对于道理、事实真相没有透彻，没有透彻，你没看破啊！没看破叫你放下，那个太勉强了，那个放下好难过啊！真正搞透彻。搞明白了，自自然然放下了，放得很舒服，很自在，这一放下得真正的安乐，那个自然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放下不难，看破难，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49年。何以故？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而已。至于讲放下，一念放下，你看那个念佛人，一念放下就往生了。所以往生有什么难处啊？现在放下，现在就走了。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走了。容易得很呐，难在哪里？这个里头的道理啊，事实真相真难懂啊！因为你不懂，所以才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以为这是真的啊，我这个身体是真的啊，我这个产业是真的啊，我那些美金钞票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呀。执着在这个地方嘛，放不下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不晓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讲了49年了，讲了49年，我们还是没听懂，还是没看破，还是不肯放下。在地藏经上讲众生难度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我们再看底下这小段。真空法空，空空真是有情众生空了，这个里头的意思要体会有情众生是我自己呀，就是我空了能得、能执着、能想象的空了没有？法空是什么？我们所执着的、所想得到的。也是空的，能空跟所空都不可得，你还打什么妄想啊？你还何必在这些假象里头斤斤计较啊？所以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一切都不计较。你要碰到一个人，他今天把你的钱骗掉、骗去了，或者把你偷去了，你会很欢喜，若无其事，没事嘛。那你一点也不会忧愁苦恼啊，若无其事啊。你今天得到什么东西，也若无其事啊。
心不会被外面境界转了。为什么呢？得到的空的，丢掉了也是空的。得无所得，舍无所失，没有的事啊，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连这个空都不执着，我空法空都不执着，空也没有了，这叫三空。据此三空之正知，名金刚般若也。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了，世尊在这个经上屡次地劝导我们要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叫受持《金刚经》。我空法空，空空才是受持《金刚经》，这不容易啊！不是说受持《金刚经》，每天早晨就念一遍，晚上念一遍。哎呀，我每天受持两部《金刚经》啊。完全做了像，你说我能受持啊？金刚经是法了，是我所受持的。我也未空，法也未空，这叫受持金刚经吗？可是这样误会的人，的确很多很多。这个就是。他受持金刚经，前面也念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今天把这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才知道他是误解如来真实义啊，他不是愿解，他改一个字，误解原来如来真实义啊，错解如来真实义，全都搞错了。通达众生非众生，则知众生性本空即同佛。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心性空寂，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一切众生的心性也跟诸佛如来一样，没有两样啊。故誓愿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难度之相。这是学佛的人一定要发愿。没有愿，人就没有志气了，人没有前途了。所以愿是行的动力。你看世间人，我们在这些大都会里面看到这些经商的，这些做生意的人真的拼命了，不眠不休啊，他们饮食不正常，不像我们到终点吃饭了，好多做生意的人中午的时候两三点钟才吃饭，晚上时候八九点钟才吃饭，有的还要工作到夜晚一两点钟，这样的认真在拼命在努力，他为什么过得那么辛苦？什么力量推动他的？赚钱啊！那个钞票的力量很大了，推动他在干啊！他不怕辛苦啊！
诸佛菩萨在尽虚空变法界普度众生，也是没有休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他又不要钱，又不要名，又不要利，什么力量在推动他？这样不眠不休，比那个做生意的人干的还要辛苦，还要认真，还要努力。什么力量？四弘誓愿。为什么呢？要度众生，看到众生太苦了，迷得太深了，要救度这一些众生呐。他哪有时间休息啊？他怎么能不认真？我要不认真不努力，众生就多受一天苦；我多早一天成功，众生就少受一天苦。他是这样的大悲心啊！这个力量比这个世间名利的力量不晓得伟大到多少倍呀！我们今天说不肯认真努力，什么原因？没有悲心。众生苦，他活该，他苦他的，与我不相干。嘴巴说度众生，我还没有成就，我还不能度啊。那自己又不发奋，又不用功，又不想早一天成就。这个发的愿呢，就不是真的愿了。真正誓愿呢，看到众生苦，就像自己受苦一样啊；看到众生受苦，就像自己父母家亲眷属在受苦啊。我们总希望他的苦能少受一天呢。自己怎么能不发奋？怎么能不用功？所以自己不认真努力修行，不认真努力弘法利生，怎么对得起众生？怎么对得起佛陀？怎么对得起自己呢？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觉悟到这一层，你自自然然，你就会勇猛精进了。你会认真努力呀。古德教给我，就是地贤老法师教给他徒弟的。这些话，我们最近印的这个《念佛论》已经附在后面了。老法师在，是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佛七里面的开示。我得到这个录音带，已经把它写成文字，印在这个《念佛论》的后面了。他教他那个念佛往生的那个徒弟，那个锅炉匠啊，我觉得他的方法好，我就采取他的方法。他这个方法呢，就是叫你用功，你念佛也好，你研究教也好。无论干用什么功夫都好，累了就休息，不要勉强，休息好了马上再干，这个好啊！累了就休息一下，精神稍后马上再干呢。这个身体能够支持，不会累坏呀。我们用这个方法真的能长扬善根，能够也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体力，专心去干。所以这个誓愿呢太重要了，是我们真正的动力。誓愿弘生之人，就是尘缘再来啊。
成愿再来不一定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回头啊，用不着啊。今天我们自己的愿力超过了业力，就成愿再来了。你的愿力要超过不了的业力，你这一生受你的业力支配。如果你发的大誓愿、真实誓愿，这个誓愿超过业力了啊，一超过啊，现在就是成愿再来了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功夫的人也能看出来。看出来你已经转变了，我们从相上讲，相貌转变了，体质转变了，精神转变了，你的想法看法统统转变了，这从形象上、吉象上看出来，你转变了。那个骨子里头呢，业力转变了，业力变成愿力了。不必换个身体就成愿再来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懂这个事实真相啊！愿力再来的身就得自在了啊，决定不受业力轮回，不受业力的主宰。所以你得到的是真实的幸福、自在、美满。佛家里头不是讲空话的，决定可以得到。它有理论，它有事实，有方法，有效果。那么这样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难度之相啊，说众生好难度啊，那个难是你自己没有能够转过来，真正转过来众生就不难度了啊。但是度众生呢，要愿诸佛菩萨誓愿弘生呢，众生没有愿，没有愿就是众生不肯接受啊！佛不度无缘的众生，佛所度的有缘，他肯相信、肯接受，这就得度。佛法在世间没有缘，没有缘的原因在哪里呢？这些有势力的人、有财富的人。不帮助佛法啊，帮助其他的外道去了，不帮助佛法了啊。所以佛法里的缺乏弘法的资财啊，今天是资财缺乏，人才更缺乏啊，这是佛法之衰，这是众生没有缘呢，不是佛菩萨不慈悲啊，众生没有缘且度尽众生，业务众生得度之相啊，这跟前面经文上所说的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受无众生的灭度者。为什么受无众生得灭度者呢？因为自他俱不可得啊，知道啊，一切现象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事要不要做？要做。做这些事是身心了不可得，心里若无其事是无助，完全与《金刚经》上的纲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完全相应了。换一句话说，
圆圆满满地做到了，这才是真正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啊，真的受持啊。何以故？众分无众，生分无生故。如此方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之菩萨。佛在金刚般若会上所承认的菩萨立了四相的，若没有立四相，你自己认为是菩萨了，佛不承认的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佛不承认啊。不要以为你受了菩萨戒了，回来之后，哎呦，我是菩萨了，我受了菩萨戒了，我已经当了菩萨了。佛诸佛不承认你是菩萨啊。诸佛承认什么人是菩萨呢？那个人还没有受过菩萨戒啊，便受菩萨戒都没受了，三皈依都没受，但是人家四相已经没有了，佛承认这个人真是菩萨。所以诸位要晓得，修行要重实质啊，不在形象啊，不在外表啊，外表不重要啊，实质重要。今天时间到了。